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这个是命运之子哈，今天是3月28号晚上10点钟。这个命运之子啊，它这个事件完啊，这个超级佛的哈，它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挑战嘛，然后它会有累积的这个奖励，然后获得点数。那就是应该是全伺服器的玩家吧，击败这个世界王啊，他会获得这个奖励哈，在下方的这个区块。那这个奖励啊，会获得一些这个魔镜碎片的这个点数，那这点数可以换五星的角色，也可以换很多很实用的东西，然后同时它有几率开出五星的那个魂之歌牌跟五星的角色。那我没有录到哈，可是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抽到哪些角色，而且都是很不错的角色诶。我今天开到了这个老板娘，看一下。这个是我那个10连抽的那个券抽到的哈，这一个，好，这个也算老板娘了，这个是那个召唤屋的，然后世界王的那个小奖啊，他每天会发一次大奖，然后所有的网友击败一次世界王也会获得这个小奖，所以这只哈蓝飞，好像我看到他是竞技场蛮强势的角色，所以这只也是一般世界王小奖，他突然给我跑出来，然后是怎么跑出来嘞？哎，哦，世界王出现了，哎，有没有获胜？这边有没有？这边突然跑出一个获胜，那我点一下。这一次没有获得角色，哎，有是三星的，好，有一个额外的奖励哦。我上次额外奖励就给我中那个蓝飞哦，超扯的。所以说这游戏真的超级佛。然后我有稍微录一下哈，来看一下我的荧幕录影。但是这个是没有录到那个我抽到五星的，我那时候忘了录，因为我不知道说这边也有几率中五星。哦，这是三星的，好，就是你如果说你久久没上线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可能会一次累积个好几个奖励哦，因为可能在你没有上线的时间，网友已经击败过两三次的那个世界王，然后这些奖励你都可以一次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这个10连抽。花2700钻，那我有说那个每天就是抽一次这个2700钻，那个6%的几率就好，因为一般的10连抽5%，五星的角色出现几率是3%哦。好，这是我今天中的，好，肥宅哦，我有看过那个说明说这只很烂哦。好，然后我大概都有录一下哦，然后这是3月21号。这是之前的，好，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那个毒女哈，这个是四星的毒女，好像蛮好用的。我好像没有录到，这好像是之前的3月21号。哦，西方的欧罗拉强不强我也不知道，然后这个好像也是影片录到的，赶快录下来。黑暗克星丽莎，好，总之就是这个游戏就是世界王啊，他也会送这个五星的角色，然后我刚刚我们看一下魔镜商店哦，我已经换了一只五星的角色哈，然后这个。骑士达芙妮，我也有一只的，哦，这个也是那个活动送的。然后大进化星，我也换了一个三星的。然后这个3到5的这个 child 的10连抽，3万的我已经换掉，所以说它会慢慢累加变成6万的。这个也是有几率抽到五星角色，因为我就抽到了一只哈。然后再来是提灯，我觉得不用换了，因为温泉造型那个我觉得还好哦，但是最近有活动，可是那就是提升一些好感度。所以我应该会优先慢慢换这个10连抽或是这个大进化星，因为这个就等于是一个五星的角色。那应该这个五星 trial 的这个召唤券应该就是会换吧，但是指定角色可能会也会换了，因为骑士达芙妮那个我目前已经有一只骑士达芙妮了这一只。那你如果说你再获得一只的话，你就可以突破界限啊，突破界限的话就是它的数值会提升，然后你的那个技能就可以进阶到下一阶哦，它就可以进阶到下一阶。所以我最近获得了很多五星的角色哦，然后这边那个这个摩雅摩雅这个，
今天活动大概是第二天吧，还是应该是第三天。第三天我已经完成了四轮了，所以说我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哈，这个第四轮，所以这一轮再走完就是第五轮，我可以获得这一个。所以我觉得活动还有11天，拿到走完十轮，拿到这个五星的这个召唤券，应该是轻轻松松哦。所以这个活动也很佛，然后东西也算是给的不错，10万金币，金币也是一直都欠的。然后你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消耗体力啊，这个体力其实你就是用那个什么那个就这样子，它就这样消耗就好。我们选故事好了，后面的故事一关，看一下，一关这边哈，这边下面有扣17嘛，一关就要17点体力啊，我被你点到。对啊，一关就要扣17点体力，然后你选自动战斗，然后手机就放着，好，他打个快20次，300点体力就消耗掉了。啊，体力其实也是耗不完的，哈，基本上耗不完，除非你真的是把它全部都打光光了，因为他每天的那些任务啊，地下层任务啊，还是有的没的任务，他也会送体力的。好，这是我的那个军女，军人的军。然后我目前的这一队也是我的那个竞技场的队伍。左边第一只纳普图，它是算是光奶嘛，它会补血，然后它也会让全队的那个怎么讲，那个技能的那个充能速度增加哦。然后这个右下方这个奥尔加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沉默龙，就是让对面沉默，然后技能释放速度变慢这样子。所以我目前的想法就是，我有一个纳普图哈光女，增加我的那个技能释放速度，然后我又有一个沉默龙，降低对方的速度，所以我再释放这一个哈，这个大招就会比较快，然后就会比较快进入这个 Fever Tide。然后 Fever Tide 就是一口气把人家歼灭的这个招式啊。那反正就是打法很多了，像我看几乎每一队都会有嫦娥，水属性的嫦娥，但是我一直没抽到，所以大概就先这样顶着用。那我有试过别人用这个雅典娜，但是我觉得雅典娜保护力蛮强的，我一下雅典娜，我的角色其他角色就很容易死掉。哇，你看那个他的动画也是很帅。好，这是我的军女。全体攻击，常常是靠他一击必杀的。好，刚刚就是沉默的效果。好，这样就消耗了17点的体力。好，什么都没获得哦。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哦。这个最近这个世界王的这个活动啊，补了很多只角色。这边有个惊叹号是什么？哦，探索已经结束了。好，那探索就是可以获得让这些角色获得经验值的这个地方，就升一升吧。然后有一些这个已经满级了，其实不应该放上去，经验值满了就应该可以让它下来了，所以我刚刚忘了确认哦，因为满经验值你再让它去探索其实就没有什么用了。好，譬如我这个第二个角色是四星升到五星的，我打算让它成为那个进化的肥料，所以他已经到五星了，我就把它放下来。因为你如果在探索中的角色是没有办法，是没有办法拿来当肥料的哈。因为那个系统它会帮你锁住，它怕你不小心就怎么讲，就是你派出去探索了，你就没有办法去当做肥料使用。然后偶尔随便挑一只普通的角色来练等级哦。因为当四星的角色练到40级之后，它就可以进化成五星，然后就可以变成五星进化的肥料。哪一些角色是比较不用的呢？这个人看起来很路人，不知道要不要四星我有锁起来，就是我有在网络上面看到说好像要留，所以我就把它锁起来。这个要留吗？不是很确定。好，不然就它好了。好，稍微让它练一下。所以这个就是需要慢慢爬稳。好，这个女仆摩根哈，我已经换到加一了。这一次这个世界王的这个魔镜商店换的。
然后这些角色继续让他去探索，提升经验值。好，这是魔方也是我抽到的，好 ，OK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这个我目前的角色。哦，这边有任务可以解。哦，这个。好，这个也是领那个点数。然后看一下 Child 这边。哦，这只角色，好，这只角色是四星进到五星的，所以它就可以当成肥料。肥料的用途就是，譬如说，这边好雅典娜。我选择进化，然后我当然不可能使用这些热门的角色进化当做肥料嘛，所以像这个哈，这个就是四星进化到五星的肥料，然后像这一只哈，这一只，然后这个哈，这当然是进化素材，也是可以从四星到五星。那肥宅要不要吃呢？其实我很怕说吃了之后会不会活动会用到，但是这个我有查过，这只应该是可以吃才对啊。嗯，该不会说哪一天世界王会需要用到它吧？真的很怕哎、欸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啦，你看世界王这边，好、哦，这边都会有这个 Boost Child 的。那这一次这个 Boost Child 角色就是这个火女跟这个魔王的这一个嘛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让这个肥宅作为特殊的药角才对。这一只，好、哦，这只是打金币光的那个敌人。技能嘛，偏防御，对，它是防御型的。技能看起来也是一般般啊，挑衅好像还好哈。好，OK， 好，那就把它吃掉好了。那要升谁嘞？要升光奶还是要升雅典娜？光好了，因为要让它活久一点。欸，也不对啊。想想看哦，要活久一点应该是。雅典娜要活久一点吧，因为她是全队的坦。好，进化她好了。可是我的这个水晶不够，我这需要大量的金币。还好，我最近都有留。看够不够换了，这样就20万了。哦，已经快花掉100万了。哇，可能不够哎，这需要大量的这个水晶哎。哇，40万没了！哇，又40万没了！哇，我花了可能快200万了哦，可能不止哦，可能不止200万了，这要30个。哇，然后这边再40个，我已经花了可能快哇，可能200多万了。好。哇，那这样子其实水晶材料很珍贵。我到底要进化雅典娜呢，还是要进化，还是要进化纳普图嘞？好犹豫哦。纳普图的血是8200，防御力是3000。其实我在那个竞技场比较少看到纳普图哎，那就。好吧，还是进化它好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肥料一，好，这也是肥料。然后这是四星到五星的肥料，肥料。然后还要再花50万了，所以300万就不见了。纳普图应该没有错吧？不大可能不用纳普图啊。好，就进化吧。哦、我又顺便达成一个任务，然后到了6星了，然后等级会从1开始哦，然后你又要开始重新去帮他升级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进化之路的活动，耶、yeah, ，又获得1000水晶了，然后要提升到5星 trial 到50级，好，这也是快要达成了，然后全部达成，我又可以获得一个5星的魂之歌牌召唤券哦。然后，哎，这边有一个伞哦，温泉商，温泉这个又可以收获了。啊，这个其实没什么啦，这个就是好感度会到100级，所以这个就慢慢升就好了。选右边泡汤全部结束。哦，升级了，然后就选一直点重新泡汤。
就一直过去洗澡就对了，每六个小时就洗一次。然后哇，有好多人在洗，这边也要洗。好，泡汤全部结束，好感度提升就会提升一些能力，这样子，就是要很有耐心的洗澡。好，快点完了这边。那因为说这一次的活动也有温泉的活动，他会那个送一些就是可以送礼的东西。那每洗一次澡，就应该说是每六个小时可以送一次礼哦。那我们来送一下礼，不然那个送礼的道具也是很多，也没有说用不完啦、啊。那个也会塞那个背包。好，这个这一次这是这一次这个世界王的这个，因为我还没拿到造型，所以说他这边是武，他这边有那个雾气遮住了。好，送礼，这边有个两颗星的爱心，代表说他很喜欢这个礼物哦。好，然后送礼。哇，直接升一级，赞啦、啊！看升了一级增加什么东西？暴击增加，其他都没增加哈，因为反正这个好感度它会有100级哦。好，所以最近玩的新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很佛的游戏哦，然后什么都有哈。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世界 BOSS，OK，、OK,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买券的次数，六张也才两百钻，两百水晶哦，这个叫水晶还是钻石？有点忘记了。然后所以说就是，到后面哈，他完成13个任务就可以获得一只五星角色。那我现在已经完成10个了，而且今天才好像第三天还是第四天吧。那剩下他的那个累积的伤害量虽然说很高哦，但是我相信10天的时间应该还是解得完。好，那所以说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哦。那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影片。那我是阿天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よかったですね、ご主人様。